下一页哈，1941年哈，这可能咱也真熟悉啦哈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啦哈，啊，就是美国向日本宣战哈，啊，开始战争啊哈。啊，迄当时呢，真济台湾精英哈，啊，较早台湾拢做社会运动的啦哈，啊，伫日本读册哈，了。拢在日本转到中国的花棒吼，就是中国东北去安尼吼。啊，走到中国的时阵吼，日本人的身份都唔敢用，啊，唔敢讲伊是日本人，吼。啊，去到中国的时阵吼，伊要讲伊中国人，佫无成呢吼。啊，所以台湾人走到中国呢，彼此拢用迄个白旗来做暗号吼。那讲白旗啊，先就是讲因是台湾人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台湾人讲也是悲哀啦吼，啊，去到中国啊，唔敢讲是什么款人吼，啊，到即马2019年也相同嘞吼，咱即马到底是台湾人，还是中国人，还是中华台北人，还是什么人，嘛分袂清楚嘞吼，所以经过这侪年，依然拢相同吼。啊，虽然是安尼，真侪人走去到中国花棒吼，听讲有差不多4-5千人，大部分是去到花棒做医生啦。遐迄个时阵吼，伫中国花棒吼，因个平均那像10万人吼，差不多0.5的医生尔尔吼，遐个医生真欠缺吼。啊，真侪台湾人遐做医生啦吼，当然有伫遐开医生馆吼。啊，赚真侪钱啦吼！但是到底台湾这台湾子弟呢，因为战争的关系吼，啊，征调去南洋作战的吼，这嘛真侪啊！啊，大部分去到南洋无倒来作战吼，所以战死伫南洋啊，非常非常侪啦吼！啊，这大家呐读这个。啊，李娇吼，伊有一个《寒夜三部曲》吼，内底有咧写讲，即个台湾人吼，去到南洋作战吼，啊，即个经过吼，啊，看到我啦真心酸啦吼，而且我啦真悲惨嘛咧吼。来，搁刷一下。啊，即摆1945咧。我就是咧讲台湾日本战败啦吼，咱即马大家都讲哇日本战败啊吼，啊台湾无战败，台湾怎变战胜国咧？诶，唔对咧吼，因为台湾你嘛战败，迄当时台湾嘛日本啊，但是即马真侪少年拢唔知吼，即马伫网络吼，有个人啊写批讲，即个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因岛受到日本的轰炸啦吼。我话你是讲对唔对？你当时台湾是日本啊，然后日本咧炸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讲对家己历史吼，啊，拢无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战败了后呢，这个蒋介石就代表这个民军，吼、哦，占领台湾。啊，所以伫1945年吼、哦，国民党这个蒋介石，伊是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伊是占领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只真清楚吼，啊，咱这个 Richard 吼、啊，何水源呐、啊、吼，林志兴因这人啊，一再咧强调，根据战争法占领吼，袂、啊、当移转主权吼、啊，所以这个主权呢，中华民国并无台湾的主权吼。啊，你好、啊，1947年吼，何水源咧吼。1947年，这个中国派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因的梦是吹啊吼，啊，因为转来到台湾了，国民党开始杀人吼、哦，啊，因这人有诶被杀诶，啊，走诶走诶，啊，所以嘛是因为有这个大屠杀吼，开始台湾人甲觉醒，我、哦、诶，啊，咱和中国人无共，咱应该有家己独立诶一个国家吼。哦啊，所以这个独立的思想呢，也是迄当时开始形成啦吼。
啊，且228比多山的台湾精英吼，非常非常侪啦吼，我则是敢若指出几个吼较有名的吼，啊，根据这款课的估计啦吼，超2万啦吼，2万人吼，啊，其实吼可能唔命啦吼，啊，这个数字啊到目前啊无法度证实啦吼，哎，对啊，所以数字真歹讲啦吼，啊，伊当时。啊，我甲一个同学设计这个台北228纪念碑的时阵吼，设计阮迄个有一个碑吼，嘛是要刻这个228受难者的姓名吼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名单无法度确定啦吼，到底偌济人吼，所以最后这个名嘛无刻落去吼。啊，除了这个碑台了吼。走的走吼，比如讲食帅红啦，用吸红因只人走去中国吼，啊，尾啊食帅红伫中国吼，嘛死甲真悲惨吼，因为受到中国那个斗争吼，讲伊是台湾人吼，啊是这个资本派吼，啊所以受到斗争，啊这个廖文嘅苏明鼎因只人吼，走去日本吼。啊！但日本开始重视这个台湾人的这个独立运动啦，吼、啊！所以上早海外独立运动，所以讲是廖文杰吼，啊，苏明因这批人开始安尼，啊，慢慢因为伫美国留学生开始多啊，啊，所以美国啊开始这个独立运动安尼吼。啊，佫过迄个，来佫说咧。啊！1949呢，哦，蒋介石这个集团呢，因为和这个中国共产党打败，走无路啊，所以走来台湾。啊，伊要安怎走来台湾呢？因为迄当时国民党嘛无海军啊，无迄个战舰嘛，嘛是坐美国的这个舰船吼，将蒋介石这个军队。这逃亡的这些公务员、政府官员，给载来台湾的吼，啊，所以国民党来台湾是经过美国的安排来的吼，啊，所以1949年吼，就是这个国民党一个流亡政府，因为1949年台湾啊，搁是日本的领土，吼，啊，中国的这个。啊，蒋介石集团啊，离开中国走来日本的领土，唔是家己的领土，当然是流亡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国民党伊有两层的性格，哦，1945年伊是占领台湾的性格，1949年伊是流亡的性格，啊，所以两层的这个性格，哦，伊是一个流亡政府，同时占领台湾，哦，啊，所以。但1949年流亡到即马吼60几年啊，还佫咧流亡，啊唔了流亡，还佫甲咱统治安尼吼，啊所以蒋介石国民党这人统治台湾是无合法的吼、哦，是非法的吼、哦。啊1950年呢，啊蒋介石本来1949年走来台湾的时阵哦，伊已经是在野啦吼，迄、哦、当时。啊，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迄个李宗仁嘛，吼、啊！啊，李宗仁这个1949年和这个共产党拍败了，伊走在李宗仁走美国啊。啊，蒋介石是在野啊，吼、啊，逃亡来台湾呐、啊。啊，即马过一年，1950年，伊讲无啦，我要倒转来做总统啦，吼、啊！讲一款迄个体制哦。就话总统实在伊讲诶，就对吼。伊叫我讲，我要迄个复兴事业，啥物事啊？复活啦，复兴史书啦吼。讲啊，我要阁倒来做总统啊吼。啊，当然国民党诶，我也拍破啊啦吼。啊，了后呢，1950年呢，啊，就开始即个白色恐怖吼，开始阁掠人、杀人啊吼。啊，结果即个台湾精英走来走，倒来倒吼，
啊，一九五二年，就是这个旧金山合约哈、哦、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哈、哦，发生后就生效了哈、哦。啊，正式这个太平洋战争结束哈、哦。在这个时阵，一九五二才结束哈、哦。啊，一九五二的旧金山合约，就是讲日本放弃啊对台湾的一切的管理了哈。哦啊，结果放弃了这个权利，没有多一个国家无讲吼，一直到即马二零一二年，又完台湾嘛是地位未定迄个状态咧，吼、哦，无改变，因为一个主权的改变呢，一定要有条约，吼、哦，你有条约，才有法度决定一个领土的主权归属的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无嘛吼，啊，即摆刷来，佫刷来只。啊，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吼，真侪只个台湾精英吼，啊，走去日本的，去美国的读册，啊，读册一方面读册，一方面参加一个台湾独立运动吼。啊，一九五六年，伫这个费城吼，就费德达菲啊吼。啊，成立这个叫做 Formosa Free Formosa 哈、哦，伊普通叫做3F 哈、哦，啊，同时成立有这五个人哈、哦，啊，伫这个海外运动个叫做费城五建啦哈，有一个罗主义杨东建哈，啊，罗主义即马佫住伫美国哈、哦，真优秀的一个台湾人哈。哦啊，杨东杰回来伫台湾，伊要继续咧做医生吼。啊，林明坤啊，真早就过身啦吼。啊，陈立德啊，住伫美国，啊，捌回来台湾吼。啊，林树哦，这个我较无熟悉吼。啊，五七年啊，有所谓的这个五虎将啦吼。啊，五七年就是这个。蒋介石因哦，开放台湾地方选举吼，这是第一摆的这地方选举吼。啊，这五虎将吼，迄当时有影啦吼，这五虎将对台湾吼有真大个贡献吼。啊嘿，啊这个李万基啦吼，这个分林人吼，归国基吴三连吼，啊李元哲、啊桂无心、柯世贤吼，啊这拢差不多贵姓吼，拢都贵姓啦吼。啊，一九六四吼，就是这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，啊，这就是潘明敏、贾聪敏，啊，甲这魏定条吼，啊，三个人所拟的吼，啊，这个文当然是这个魏定条，啊，是贾聪敏写的吼，啊，这个潘教授甲同意啦吼，啊，魏定条已经过世啦吼。啊！伫这个印刷厂内底，都国民党掠去啊，吼，所以并无发出来，吼，这个都没收去啊，所以三个人都掠去浙江，吼。好，过来。啊，即马1970，吼，就是这个70嘛，真活泼，然后真多代志发生，吼。啊，台湾世界台湾独立联盟成立。就是讲，过去伫海外、伫日本、伫巴西、伫即个欧洲、美国吼，即大多人民大家联合起来吼，啊，组织一个世界性的组织。伫即个1970年正月初啊成立安尼吼，啊，伊讲1970年啊，拄拄啊，潘明敏先生吼，伊逃离归台湾吼，啊，遭遇水电安尼吼。啊，潘明敏先生都离开台湾啊，有一个故事啦吼。啊，伊当时是因为自救宣言，啊，国民党给抓起来，啊，给软禁，啊，禁闭伊住的所在吼。啊，伊就想要无自由啊，吼，啊，想要离开台湾。啊，伊，逐日拢在红监视啊，24小时啊，你是要怎离开？哦，啊，所以想出一步啦吼。伊就是逐日拢伫个客厅、个窗仔口遐徛吼，啊开始流长头毛、流喙须安尼吼，
老阿的喙就乌乌吼，啊头毛长长安尼，啊，逐日拢徛伫窗仔门遐，啊，所以伫监视的人有看我啊，啊，伊就无走，啊，搁伫遐吼，啊，所以有一天就是入美国一个传教士吼，我那福州福州吼，啊，去甲拜访，啊，所以这个传教士甲平平平先生啊，对调就对了吼。即马徛伫因客厅门下口的玻璃窗仔前，就是即个传教士徛伫遐吼。啊，平时呢变做传教士就要算出去安尼吼。啊，你监视的人，逐日咧看咧讲，啊，这福州人搁徛伫遐吼，好势好势安尼。啊，其实即个平明明教授吼，都已经坐船去香港，啊，但香港他坐飞机。直接陪你水电吼，啊，所以干事人继续干事人已经伫水电安尼吼，所以报告照写吼，啊，讲啊，无时无刻人还伫遐咧吼，所以这是伊的故事啦吼。啊，1979年吼，就起着这个代志吼，啊，1971年，蒋介石集体代表吼，被驱出的人国吼，啊，这是实际上。文字就是安尼写，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，互驱出即个联合国，吼，毋是中华民国驱出联合国，吼，啊，所以这有真侪人误解啦，吼，讲中华民国互踢出去联合国，毋是中华民国，犹原到目前还佫伫联合国内底，伊即个名字是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但是以前中华民国这个名，还佫伫咧联合国内底，是蒋介石的代表，互踢出去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即摆真侪我啊，咱来等于联合国用中华民国的名，啊，这是不通，因为你中华民国都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啊，你变啊佫转去，袂转去啊，都家己骗家己吼，啊，骗啊浪浪说，骗到阿扁迄个时阵嘛，还佫咧用。中华民国的名，我要等于联合国啦吼。啊，有一届是用台湾的名字，哦，用台湾名字要申请等于联合国。啊，签名是签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安尼吼。啊，结果联合国就无要接受啊，讲你这个中华民国啊，哦。啊，1975年吼，蒋介石翘去啦吼。啊，1977年。这个长老教会林宽宣言吼，要求台湾变成做一个新、佮独立的国家吼、哦，啊，这是1977年迄个时阵吼，讲这代志啊，非常非常的勇敢吼、哦，我都发出讲台湾应该变成做新个独立的国家吼、哦，是真无简单。啊，1978年啊，蒋经国呢，伊继续啊独裁统治台湾。我来说嘞，这句话嘞，哈，高雄，听高雄美丽岛发生，喂，安尼有听吼？啊，这句话我想认清楚啦哈。喂，这黄信介因这人吼，除了黄信介以外，这人还佫伫咧啦吼，有诶佫真活跃伫政坛内底吼，即摆单叫啦吼，咱高雄市的这个市长吼，啊，1979呢，这个中华民国甲这个美国断交吼，因为美国开始承认。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所以含这个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因为要含中华民国断交哈，啊，所以美国特别通过一个法，就是《台湾关系法》哈，啊，以前咱通过《台湾关系法》，因为《台湾关系法》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哦，一个国家家己立的一个法哈，啊，就是证明讲台湾。唔是国家，啊，所以才有法度入一个国内法，含台湾来发生一个关系吼。啊，台湾若是国家的时阵，
就变成条约啊，吼、哦，你国甲国之间吼、哦，你就是要有条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关系法庭或者证明就是讲，你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哈、哦。啊，台湾关系法内底，像讲1979年以前叫做中华民国哈。哦1979年以后，叫做台湾统治当中，伊无要阁成立一个名，叫做中华民国的名吼，伊叫做台湾统治当中啦吼。我来说咧，啊，1986年呢，民进党啊开始突破党籍吼，成立一个政党啦吼，啊，当然这个。有人咧咧创讲，民进党有法度承认政党是蒋经国暗中引进的啦吼，啊，这我想无法度去证实啦，是真个啊假的吼，无人知啦吼。啊，1987年，吼、哦，这个台湾这个戒严，经过38年吼、哦，开始戒严嘛吼，这个戒严戒毒吼。哦38年，会使讲是全世界吼上长的一个戒严啦吼，戒毒。啊，虽然是戒严戒毒吼，1987年这个台湾政治首脑嘉年华会吼开会来主张，啊，台湾应该独立吼，结果会长、副会长、蔡友全、柯泽中吼嘛照样抓去吼，啊，判刑安尼吼，啊，抓去关。啊，即摆就是讲戒严以后呢，就较无迄个危险性啦吼，出来选举较无危险性，啊，所以真侪台湾人，大家拢跳入去选举吼，大家拢伫坐去选举吼，啊，好个选举足侪人咧争，歹个选举无半个人吼，啊，变做即个情形啦吼。啊，即摆选举就是讲到底台湾个选举吼。选举照讲是咧选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举啦吼，啊，咱即摆知影2012年是咧选总统选举咧吼，啊，但是咱唔知讲是咧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啊，是咧选台湾的总统，即种家己去定义的就对啦吼，啊，一寡独派就讲话，咱即摆咧选台湾总统啦吼。啊，其实你照这体制讲起来，你要去迄个中选会去登记吼，是中华民国诶总统诶选举啊，毋是台湾总统诶选举吼，即无同啊，所以伫这选举诶制度内底吼，变作呢，我是感觉啦吼，就我个人诶看法咯，咱加强中华民国诶体制，哦，即个中华民国诶即生命呢，继续伫台湾。存在落去啦吼，照讲呢，咱不应该去参加中华民国的选举，分家己去选啊，吼、哦、啊选好康的去好康，啊我都因为我都当偌久啦吼、哦，啊即马1989年吼，啊第那名祖坟啦吼、哦，来，啊1990。国民党开始讲啊，海外这黑名单应该袂使啊，废除啊。啊，也知影讲海外这台湾人吼、哦，年纪也不止济啦吼。伫1990、88年怎么拢60以上啊？也较无危险性啊吼，啊放因转来吼、啊，啊所以就1988年，这海外台湾人开始闯关吼，闯、哦、入来台湾咯。啊！迄当时还未开放哦，嘛，机场哦，伫机场哦，照样动来动来，掠吼，啊，真有名诶，掠过北方啦吼，伊闯关嘛成功几两届，陈元金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刘灿龙因，啊，拢因为闯关吼，啊，掠去关五六个月吼，哦、啊，红人诶，陈仁天这嘛有啦吼。啊，我是1991年闯关回来的吼、哦，我九一的正月吼，啊，我拄拄好讲闯关回来，结果无要入来，无要互我入来嘞吼、哦，结果我伫6月吼，摕别人的护照，
经过上山机场，我就大摇大摆就入来安尼吼，所以我是创干有成功啦吼，但是我有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吼，你要安怎甲处理安尼吼，1990年呢，这李登辉就是就任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啦吼。来，1991吼，我回来迄当拄拄啊，即个一百行动联名吼，一百行动联名就是讲刑法一百条内底吼，就咧讲你若读过来咧想要创啥的时阵哦，迄就有罪啊吼。认为讲过去掠人就是因为讲你想要有啥物行动啊，安尼袂使啦吼。所以迄条呢，经过这个运动呢，一百行动的名，这个一百条拢废除，真侪因为一百条去关的拢放出来哈，有这个关系哈。1992，外国会成立，92有这个台湾教师联盟哈，伫台湾四国各地去演讲吼，办真侪场演讲吼，1996呢。李登辉是迄个所谓的民选吼，就是直接选举吼选出来一个总统啦吼。来，2000年吼，变啊选出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吼。迄当时我想在座的吼，到我大家拢非常欢喜啦吼，讲哇，台湾人出头天啊吼，有法度做总统吼。就这点嘞吼，我去到总统府吼，当入去坐伫遐吼，足光荣的安尼吼，大家足欢喜的。结果呢，经过后边啊八年的执政，台湾嘛是无法度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大家咧讲都改一个名吼，咱都法度建国啊吼，其实唔是干那改名问题啦吼，因为政府这个物件改名吼。有缘是这个中国吼，比如讲这个明朝改做清朝嘛是中国啊吼，清朝改做中华民国嘛是中国，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中国，所以台湾的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国嘛是中国，变做中国一个流氓政府，有这个问题，所以问题不是干那改名而已吼。好，来说了，即摆讲啊，即个2006年吼，林志兴顶吼，拢做了像200几个人吼，控告即个美国即个案件吼，我相信即个案件伫历史上讲起来吼，是非常非常重要啦吼，即个案件指出。台湾的关键的所在吼，这个伫这个辩论内底吼，这个辩论法庭的辩论吼，大家爱认真来读吼。这个辩论我感觉非常的精彩吼，将这台湾的这个地位的问题吼，讲啊真清楚吼。第一就是讲，这个根据旧金山合约吼，这个美国就是这个。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哈，是主要占领权国。主要占领权国呢，伊对台湾有这个管辖权，吼。台湾是被美国征服的一个土地，吼。这是根据这个战争法啦，吼。变成做美国海外一个无合并，吼，入去美国领土的一个领土啦，吼。当然。咱啊，唔捌战争法嘞，捌国际法嘞，讲对领土那有迄个领土无合并，那变做领土安尼吼，就是有这个名词吼，叫做未合并的一个领土啦吼。根据这个美国的宪法吼，未合并的这个领土顶权的台湾本土的台湾人吼，应该享有啦吼。应该享有这个美国宪法保障之下的这个基本人权，这个基本人权吼，
啊，包括这个啊旅行的自由吼，啊，会当摕到这个五种证件吼，的这个自由吼，伊毋是美国的国民，但是吼，伊是叫做台湾人是非公民的美国国民安尼吼。这几个论点吼，我相信真重要吼，你若要含其他人讲吼，这讲的较清楚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是讲 Richard 哈，甲林志升因只论述哦，会使讲是1945年以来哈，啊，上完整、上正确的论述哈，而且经过美国法院的这个辩论的论证哈，啊，得到哈，啊，所以会使讲伊论述唔是干来讲理论的哈，实际上确实哈。有伊个见解吼，啊，因为时间个关关系吼，可能爱直接，你去搁说来，吼，即摆就是美国法院个判决啦吼，伊个结论吼，即个官司照讲咱是拍赢，并无拍输吼，伊即个结论就是讲，甲咱写真清楚，就是讲你台湾。过去60几年来吼，伫台湾人拢生活伫政治人格内底吼，啊无一个一致吼认知的一个政府，即政府啊，咱有真侪拢无个承认嘛吼，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，吼伫国际社会中吼，无一个确定的地位，吼伫国际上咱无地位，咱到底是中华台北？啊，是啥物吼？啥物关的？啥物物件无？所以呢，奥林匹克的这比赛内底，啊，咱唔知要举啥物旗啊，啊，拢唔知影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法院的意思就是讲，啥物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哦？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吼。啊，法院呢，伊无法度来认定这个物件吼。即个爱归政治吼，啊，所以关于法院讲起来就是讲，对虾米人会当行使台湾主权哦，超过法院的即个管辖吼，啊，所以伊袂当阁继续啊就即个案件来做审判呢吼，啊，但是这个结论互咱真清楚吼，所以，吼啊，这个结论就是讲台湾。尤安那个不是一个国家吼，即美国一直咧甲咱强调吼，不是一个国家吼。好来，不写伊个，啊，最后吼，我是讲民政府的这个时代引领啦吼，2011年的这个时阵吼，啊，咱来继续吼，从事社会运动啦吼，各位从各地方来吼。就是恁在地各地方吼，主要的这个知识分子、主要精英在领导你当地的人吼，啊，做一挂宣传、一挂只论述的工作，继续和台湾人来了解吼。啊，咱会当做的，即马就是咱已经知影真清楚吼，咱主要的探讨包就是美国的国会。吼、哦，啊，美国国会就是美国议员啦，吼、哦，国会议员，但是国会议员有国会议员的问题，吼、哦，伊面对伊选民的问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当然 ，Richard 嘛捌咧讲啊，吼，讲即咱来对美国做 lobby 的工作 ，lobby 就是游说啦，吼、哦，游说的工作啦，吼，但是游说爱真侪钱，吼、哦。啊！中华民国每年开伫路边的钱，我那非常多吼。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有咧游说啦吼，是干那台湾人无钱来游说啦咧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咱知影咱主要的目标是对吼，咱爱向这个目标继续来努力啦吼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啊，我直接来结束啊今仔日的这个课吼。啊，直接感谢各位。啊、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